第三十八式左分脚。然后呢，左左腿落右腿，在右侧呢，右手着地，右脚着地了。然后呢，两臂环起，里头往外头，前头往里头，弓出腿，在右侧做出捋的形状了。哎，它一左一右了啊。然后呢，腰带它由左向右，两臂合起来，重心移过去，站起来，提起腿分开，还你要看，看它。都做协调了，都一致了，好，去过腿儿。待会儿左脚出去去以后，右脚慢的时候呢，注意它这么走。哎，刚才我们不是这么做的吗？哎，这么做啊，这回第二个它是这么做，抻。哎，它是这么抻。注意肘尖外抻，不抻它这儿夹住。所以不是说嘛，抻肘尖控住胳肢窝，你胳肢窝不能夹，一定要控住它，显得丰满也不收直啊。这个动作啊，我们要注意呢，就是在推手的时候很明显的那么体现的。你要这么走啊，对方呢胳膊往这一搁，手往这一搁，你动也动不了，你撑开它你有转换的余地啊。所以这个地方在练拳的时候，你就要打好这基础，就要撑出肘尖，控住胳肢窝啊，保持这个圆弧啊，这才能够活动余地了啊，能够变软。你要不然的话，你就哎。就撑死的了，啊，不搁在地儿了，这个叫两个分脚，啊。第三十九式。转身左蹬脚。左臂翻过来，手心朝里捧起来，右手掌呢朝上翻过来，下边做什么他就转身，好走，哎，他叫左蹬腿，两臂呢在右侧合起，提起左腿正前蹬出，这个叫蹬腿，蹬完以后屈过腿来，这叫转身左蹬腿。第四十式，左搂膝凹步。按照套路，啊，下边呢是两个重复动作，啊。这完了以后啊，叫左搂膝跟右搂膝凹步，两个搂膝凹步，啊，这是两个重复式的。但是呢，我们前面搂膝凹步，啊，有的呢是由白鹤两趾接，有的呢是由手拐皮管接，啊，但这个搂膝凹步啊，它是由左蹬腿高姿势来接这个搂膝凹步，啊。怎么接呢？还是这么接啊？他坐左腿落右腿的时候，两臂环起，右臂要拉大弧啊，拉大弧，哎，然后转身呢，下边呢就跟以前那个搂膝凹步做的是完全一样。
第41式右搂膝奥步。右搂脚步，好，两臂环起，提腿漫步，转身环起腿掌，哎，第42式进步栽锤。通过转换，哎，打开脚，右手握拳，屈臂转身，来出锤。好，这个呢，这就是栽锤了，啊，栽锤。这个做法啊，跟搬栏锤做法呢，基本上有点相似。搬栏锤是平锤，这个朝下。第43式转身撇身锤。按照套路，下边呢叫什么呢？转身撇身锤，它是个重复动作。重复动作是重复动作，但接续地方稍微有点不一样。您看哪儿不一样呢？哎，它是这么做的：重心后移，右拳提起至腹部前方，左臂至头部上方，扣过脚坐回去，哎，踢腿漫步，右拳撇出，左掌垂下，哎。他这么做下来的，弓腿落掌推掌，哎，高站着跨拳就可以了，哎，这个就转身撇身锤，在接续地方啊稍微有点不一样啊。前面那个撇身锤呢，他在扇通臂这么走的啊，这么走过来啊，握拳以后像这么走的，他这个就是直接拿着锤啊，就提到您的腹部前方，左臂去管至头部上方，哎，高站着啊，注意这个拳呢，提起来以后，原来前上朝上，做的时候呢翻到拳上朝里，哎，至腹部前方，哎，不要夹住它啊，空出来，哎，这个左手在头部上方就可以了，啊。第44式进步搬栏锤。这个进步八连锤啊，跟前面那个进步八连锤一样，用撇人锤接八连。八连锤重心后移，翻拳翻掌，右拳向前扣住，做出扳状，扳回来，提头漫步，你再给它扳过去。哎，慢出右脚重心右移，提头漫步，两臂拉开，
出拳。哎，这是啊半两锤。第四十五式右蹬脚。这右蹬腿啊也比较容易做，他是这么做的，开始有点像篮球尾里边的左旁啊，去上部篮球尾做法啊。你看他重心略憨后，腰在左脚开的时候左臂捧起，右手逐渐松拳环下弧，两臂在左侧合，哎站起来，哎先拿右腿提起来，然后两臂展开，同时拿右腿朝正前方蹬出，这是右蹬腿。蹬完了以后紧接着屈回来就可以了。第四十六式左打虎式。左腿落右腿，右脚尖向里扣，脚着地重心移，左臂捧至右臂肘腕之间，哎捧至右臂肘腕之间啊。这个当左腿迈出以后，由右而左，两臂环起的时候，左臂屈至头部上方，右臂啊至腹部前方，两手握拳走成对锤，搞点这么做啊，搞点着地以后啊，哎搞点这么走，哎拉开，哎搞点这么做啊，也是趁肘尖空出个肘窝，上面也是，下边拳里扣是左臂呢，哎外扣啊，趁圆它，一个在腹部前方，一个在头部上方啊，他是这么走出来这大虎式。第四十七式右打虎式。第二打虎式呢，这个是在左边的下边走到右边去，右边去呢他这么做的，他重心向后移，腰带左脚向里扣，哎这个左脚要扣到哪儿呢，要扣到了东南角，然后重心后移，两臂落下来做出捋的形状来，提起右脚正前慢出，腰带两臂环起，右臂哎在前环下弧，屈臂至头部上方，左臂握拳哎，至腹部前方，这是一左一右啊。这个右臂的胳膊不上方了，左臂屈至腹部前方。这个做的时候稍微注意点，注意它的协调。你比如说，我们在这玩意儿左了脚啊，慢出去了，两臂环起了，是吧？你看那个腿啊，不要一下就拱出去，它随着上身呢，哎，慢慢往前拱，腿也走，臂也走，两腋一块走，走走走，哎。哎，他一块走到，比如到这边走，他也是。
第48式回身右蹬脚。右蹬腿中间有个过渡，怎么做呢？他是腰带左脚先打开，这左脚呢指向了东北角，然后重心左移，向左腿移动，左臂捧过来，右臂环过来，两臂合起来，站起来，提起腿来，蹬出去，两臂同时展，这是蹬腿，就是脚跟蹬的。去蹬完了以后，紧接着去回来。第49式双峰贯耳。下边一个什么呢？叫双峰贯耳，它在不在这正东了？他在东南角，他腰带伸向东南转，转过来以后呢，顺势拿左臂啊也给他屈过来，这时候两臂呢与肩同宽，这六腿没有落，啊，坐左腿是落右腿，啊，脚着地，两肘向后，两臂向左右两侧环，屈臂握拳向前弓腿伸出，哎，这时候就前面介绍的，啊。这双峰贯耳是以这个两手指的食指第三关节击打对方两鬓，所以这个走的时候我们注意它呢，哎，侧面击出啊，所以这个走的时候落地以后啊，向两侧环出击的时候它这么走出来啊，不要走成这个圈儿相对，也不要全面相对，哎，食指两个圈两个这个啊，第三关节是这个拐弧对着你那个两个臂，哎，走圆了，啊，一般的就比较稍微大一点，走大一点啊，不要太小了啊。这是双峰贯耳啊，这个做时候也要讲究协调了啊。当我们这腿落地了啊，落地的时候两臂环起，你的腿儿慢慢的往前弓，弓走，拱拱拱拱拱，哎，底下走，上头走，哎，一块走，啊，不要老在这拱出去呢，先是下动，上不动，到后边呢，上动下，最好呢叫做下边跟上边一块动，啊，就是我们说经常说这个上下相随。第50式左蹬脚。这个左蹬腿的他具体做，他两臂由上而下，重心前移，两臂相合，做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，蹬哪个腿哪个臂在外头，不过蹬左腿左臂在外啊，然后呢两臂向左右展，哎，同时踢出左腿去，然后呢不管你分脚也好蹬腿也好，蹬完了就去回来啊。第51式
转身又蹬脚。然后下边转身，这左脚向左后伸出，左手翻过来，右掌翻过去，啊，转身跨步是脚掌转，转身跨步倒腿两臂左侧合，哎，提起右腿来正前蹬出，哎，这是左蹬腿转右蹬腿。前面我们做的那个啊，两个分脚完了以后转身，这个转身是脚跟转啊，方向变了，趋势没有变，这个方向原来是正东，现在还是正东，虽然是方向又回到原方向了，但是呢它这个趋势啊，这两个怎么变了，因此呢转的时候你就是脚掌来转，你要是脚跟转呢，你就不得劲儿。所以做事要注意一下啊，这两个臂呀、啊，在蹬腿也好啊，左蹬也好，右蹬也好，要蹬左腿，左臂在外；要蹬右腿，右臂在外。啊，做事呢稍微注意一下啊。一般都是这么要求这么做啊。开的时候展开它，啊，尽量展开它，展开的一般都是立掌的。做好立场，啊，做好立场。第52式，进步斑斓锤。前移，左手坐掌向前推出，右手由前而后跨起拳来就可以了，这也最简单啊。然后呢，弓腿收掌出拳。第53式，如风似臂。紧接着如风似臂，松开拳还国臂，哎，两臂环起，转身推出，第54式，十字手。十字手，两手搭扶，重心后移，腰带左脚扣，转过来坐回来，哎，两臂合起来，哎，做出十字手。
Thank you.
第五十五式，抱虎归山。原来那个报鬼山一样，您就按照那个做就可以了。下边也搭配坐驴，吃鼻脊，分平安。第五十六式，斜单边。下边也有过渡式，
但它不是叫周底吹的过渡式，而是叫什么呢？斜单边的过渡式。哎，转身，你看现在他坐这个打这个底儿啊，坐底的就是斜的，但是坐的时候按正单边的坐，是吧？哎，摆出来单边呢，它是个斜的。哎，摆出来是个斜的。57式，右野马分鬃。下边呢，就是野马分鬃了。您看啊，他说重心略前后，腰带左脚向里扣，左背里屈，重心后移，右臂至左臂下方，两臂相合，慢出右腿，腰带两臂展。哎，这个展开，我们看到摆到那儿呢，好像跟野马分鬃相似，但它没有野马分鬃的弧度那么大，啊，那么宽。它比较小，你说正吧，它不是完全正的啊，它不是完全正的。你说斜吧，它是胯子，这也不是45度啊，一般在二十多度吧就可以了啊，小一点角度啊，这个就是野马分鬃了啊，野马分鬃。好。